爱锅 ergo 炒栗子，栗子浸泡洗净，切一条开口。安装大齿轮搅拌桨，放入潮湿的栗子，淋一点油，自动炒模式，420华氏度，8到12分钟。其他炒菜机做栗子容量小，温度低，刀片一切碎石材不可随时查看状态。传统烤箱做栗子预热慢，不能翻炒，功能单一。根据不同栗子品种，中途可以加1到2次水，以调节口感软硬程度。自动炒功能还可以做坚果、馅料、炒菜、炒饭。